讲师，一千万信徒的心灵导师。他20年来一刻都没有停息，他足迹遍布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只为救度众生。他就是卢军宏台长。卢军宏台长是澳洲华人佛协学会会长、太平绅士、澳洲东方华语电台台长，荣获世界和平奖佛教殊荣，荣获联合国和平教育大使殊荣，马来西亚皇室苏丹赐封纳都终身荣誉爵位，意大利首都罗马荣获西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殊荣。慈悲，博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要怕，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。救度，你看看，看看我，你想不想好啊？双手合掌，来，拜拜。解脱，希望大家学佛之后广结善缘，广度有缘众生，生命的路就在你的脚下，路在何方？路就是佛给我们指出的这条光明之路。一个是千万人离苦得乐的法门，心灵法门。学佛修心，拯救灵魂。卢军宏台长玄义宗属大型现场解答会，2016年7月3日，香港，诚邀您的参加。